接电视光。OK， 我今天玩的这个游戏叫做 The Bellows。The Bellows， 那这款呢，它其实还是一个 demo 版本，但是它听说呢是有入围在 HTC 的恐怖游戏里面的一个蛮有名的一个指标。哦，那我们现在是来到一个房子，我们来看一下有没有写什么。他刚好像叫我要开窗户吧，对不对？哦，他这边有写 ，Walk to the window to stop。哦，然后 locomotion will be locked， 好吧？然后说等一下会锁起来之类的。然后这个是需要用我们的手把来做一个移动的动作。这个我们可以 touch 个哦，用这个圆盘触控就对了。外面下着雨，哎呦，推开窗户，我弄错手了，手是这两边，好吧？你看，哎呦。窗户开了，哎呦，哎呦，还打雷！哎，下面有个人嘞，下面有个人 ，Hello！ 哎呦，哦，哎，我手可以，我手，哎呦，他站起来了，哎呦，不见了，我手是可以这样子，哎呦，哎，门开了 ，My God， 这可以拿吗？这里？这不能开，这不能开。不过就是利用这个触控盘来触控就对了。我们小心线一点点哈。那我们现在要有点不太敢走出这扇门，我们就走吧。我看一下。没事。好，我听到喘息的声音了。OK。没问题，我们先从这个短的地方看一下。你看我的手可以握哎，呜呼，好酷哦。OK， 我们看一下这里有什么东西。这里看起来像是那个，好像一个后院之类的，但是好像都锁住了。好吧，那我们稍微转过来看一下。有，我们走在前面了。好，我们继续走。我们刚从。这扇门走进来的，好吧？好，目前这样看是没有什么。哎呦，门关起来了，门关起来了。哎，这个真的很恐怖啊！这个，又有喘息声了，我们再走。然后门应该是开不起来的吧？哎呦。锁着，It's lock。然后窗户好像，哎呦，图画突然掉下来了。这看起来像那种什么英国的什么吉士的家族那一种，好不好？继续走。现在前面是还蛮亮，我们看一下这两边的光好了。这两边的门会开？也不行，都不行。其他配合这个音效，我觉得还蛮好，也不行。好，再走。家具浮起来了，然后现在他那个好像不能过嘞，过不了了。哎呦，天灯啊！这个真的很恐怖哎，不像我们在看鬼片一样，这有点恐怖。现在好像只剩下这个方向可以走了，好吧，我们继续走吧。前面都很暗，我只看得到我的手，其他我都看不到。然后墙壁，现在目前都没看到什么，手比较亮而已，手是打，很像手电筒哎。哎，有音乐了，我们赶快过去瞧瞧。Let's go。哎呦，教堂哎，可以把手放在这边。前那边有人在弹那个管风琴，然后下面坐蛮多人的，上面都是一些晒露露的天亮。嘿，拍手，好像要演唱会一样。没了，是不是？现在又回到我们原本的那个走道了。
我们再走过来一点点，我走错边，这样绕一下线。好，我们继续往前走好了，好不好？虽然现在很暗，我只能这样子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往前走，看着自己的手这样子。哎，有那个什么声音啊？很像车子的声音。越来越近了，越来越近了，我会不会被车撞了？这边看一下，坟墓哎！我刚刚开始进来的时候也是坟墓，然后很多人哭了。有人死了，对不对？我觉得这音乐很好听。哎呦，他们全部都看我哎！哎呀！有这样子，哦呼！在哪里？在哪里？再往前走吗？这里真的有点恐怖了。后面没东西了，后面没东西了，应该是这边啊，看那边啊，有一点亮亮的东西，是这里吗？这里看起来是没有，好暗哦，哎呀，这边有房子，颠倒的房子，这个很像我刚进来的那间哎，对，你看那个。后退一点，又暗了，哦，Oh my god， 我先后退嘛，我先后退好了，我们往前看看，越近，往下快装，我不要快装吗？不弄，没办法。我都起鸡皮疙瘩了，我没了，我这只有 demo， 然后就只有到这边就对了，然后这幅画 ，Bello，OK，他说，这是一个 VR 的体验，然后感谢你来游玩，然后请你也让我们知道。一些想法之类的，就是我们可以回馈一些意见给他们，然后给他们一些更多不一样的建议之类的，好不好 ？Look out， 还不错哎，是恐怖了点。杯子也不能拿，只能推它。我觉得这款游戏真的不错，我觉得这个如果正式版出来的话，应该会更不同凡响，好不好？好，不关了，破台了 ，demo 破台了。等一下，我戴起来。